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轿车转弯后不满前方机车挡道，竟然沿路狂按喇叭。这还没完，随后驾驶还上前拦下机车骑士，狂呛对方要骑士下车理论，对方也不甘示弱，扬言要叫警察来处理。来带你看一段当时情形。骑中间了，你骑车骑中间了，来，我们叫警察来，来，你现在拦车哦，你现在拦车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蹦起？你骑车骑中间。为什么蹦起？你跟我说哪一条法规怎么蹦起？骑车骑中间啊？为什么蹦起啊？火爆场面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事发就在9号下午1点多，屏东医院急诊室前，当时黑色轿车驾驶不断用高分贝怒呛骑士骑在中间，对方则是反问自己违反哪一条法规。只见驾驶越说越激动，不要骂脏话，还要骑士下来理论。据了解，该条路段疑似是混合车道，到底骑士行为有无违规，目前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